具俊晔前几天惊喜现身在周杰伦的现实动态，同框最爱的老婆大 S 被发现，原来已经悄悄回到台湾。而回到家的杰夫，除了继续忙着甜蜜，也没有忘记要努力工作。隔了三个月，一号他再次登入夜店，展开在台湾的第二波 DJ 秀。二号凌晨1点多，他正式登台。虽然这次少了小姨子的陪伴，但现场还是超级嗨，甚至有粉丝带大 S 的书挺姐夫。Thank you.